土城区公所举办土城区品训格言杯学生书法比赛，期望透过书法来传承繁体字的文化传统，融入品德教育的意涵，让各位小书法家从学生时代形塑良好的人格特质。而在2016年的比赛，经过多年推广后，参赛人数创下新高。土城区公所办理品训格言杯的书法比赛，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，然后参与的人数也是历年来最多。这个就已经达到我们办理这个书法比赛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从小扎根学习书法，来发扬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艺术。书法比赛持续举办6年，今年参赛人数高达180位，创下开办以来的历史新高。在上百件作品当中，经过评审委员的审查，脱颖而出的同学包括了台北以及新北市各校的学生。为了肯定这些学生在书法上的精彩表现，土城区公所举办颁奖典礼暨联展，邀请喜爱书法的民众来欣赏他们的作品。谢谢爸爸妈妈还有老师鼓励我去参加这个比赛，还有主办单位就是每年都会持续这个比赛进行，然后让我可以每年这样练习下去写得更好。我觉得还蛮值得，因为呢，因为虽然不是说一直就是每周一堂课嘛，但是我觉得那算是一个收获还不错的一堂课。别人可能是假日是在玩电脑，但是你却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可能是做写书法一个。对，就是差不多，就是上课。另外，土城区公所特别鼓励低年级组的小朋友们特别的努力，因为他们大多数才刚学国字和注音，很多生字都还不认得，就要开始学习写书法，要靠父母的用心拆字和自己的努力练习。他们的学习精神非常的难得，不管写出来的书法漂不漂亮，都应该给予最大的赞美。书法比赛持续推广后，也逐渐看见成效。除了参赛人数创下新高之后，也能看见繁体文字的文化传承能够有下一代的积极参与。中嘉新闻林立武刘凡刚土城报道。